刚刚在家学了西语，现在我们去健身房健身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的西语课程，我感觉我脑袋快爆炸了，好多好多的知识，就是所有的音标，然后再一段简短的对话，还有一些我的疑问，就是一些语法问题啊，男女的区分，还有一些就是在字母上面加一个飘号，或者是加一个就是中文的拼音里面的四声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去健身房，很便宜，一个小时只要30比索，好像很简单，没有游泳池的那种。这边是雅尼。就是别人的家了，小破狗还这么凶，就扭三只，然后那个篮子里面，筐里面还有，我来，还有，拿来看看。
这个 You show me。And then? That's it. Up with her. See. I can't. No, 这样子吧，直接。啊。No. No. 太高，你看，哎呀。好像是比索的健身房，没有跑步机，所有器材不到20种。大家感觉瓦哈卡的健身房性价比高吗？我们从健身房出来，现在去吃饭。沙发主问我想吃鸡肉还是猪肉，我说都行，他说你选一个，那我就说我想吃猪肉。我感觉我最喜欢吃的是牛肉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我第一次见这种有洗衣粉洗手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水，还有谁？还有洗手液。OK， 这边也是要等他们过来点餐的。沙发主是每次来健身房之后都会在这边来吃饭，他煮的好的，各种调味料，还有芝士、肉，是康乃馨吗？还是玫瑰花？还有菊花？我要查一下。And then roll. chicken， 然后这个是 spaghetti， 两杯饮料，好满足。它这个饼，然后蘸这个酱， okay, now, 这个酱超级辣。然后这个是意面的，里面是番茄酱，我超爱这个汤，也很好喝。嗯，好辣，好辣。嗯，但这个饼也可以用来卷饭，像它那样子。It's black beans. Black beans are rice, salad, and chicken. Yeah, salad 就是牛油果、番茄还有青菜做的沙拉酱，还有鸡肉。Oh, got it. Yeah. 然后我这个里面的话就是牛油果的，把它炸碎成了汁，还有辣椒、黑豆。它这个也是卷在饼里面。沙发主真的是省钱小能手。刚刚我们去吃了有两份饭、两份饮料，还有意面，加起来才120比索。之前去那个山顶请那个沙发主吃饭，就相当于加起来5个卷饼加3瓶小的饮料，就要220比索。今天是2大桶饮料，加起来才花了120比索，真的是让我省钱了。